大家好，我是张硕，今天又赶场了的，但是今天不是赶的双龙哈，今天是赶的牛嘛。原本是没得来信用社办那个社保卡，取个快递，然后包汇报单，还没得进局子来拿身份证的，他让我等一下。哎，回来了。哦，取身份证。终于捞到了，看到没得？跟十万两个是都配的嘛？这个比我本人帅哈。走啊，去办社保卡去了。这儿呢，街上都没得啥子人的了。今天早晨一大早呢，大姐下来看舅舅，哦，就在屋里耽误了哈哈儿。在那儿办新那个社保卡，就在那个信用社里头办，走啊。终于办好了，是吧？先去菜市场把菜买了。今天呢，硬是赶暗场，你看嘛，这儿都快三十了，我这儿溜回去了。全部都是熟了噻。38.88哦，这个猪脚干呢？那也是20串了嘛。哦。63。哦，63嘛。今天这个背包都也包不成了，看起双龙凤的，包不来呢，就只有下不去了。再去买点菜喽。还加两个呢？这个二斤的车炒肥肥头就安逸得很的哦。吃不得辣的就只买那种没得好辣的。我去。鼓了、啊、看有好多，不忙我车上看有好多，多了，我看还有多呢，真的多了，啊，没得只有金马这点儿，啊，就金马这就够了。哎呀，半年啊，我的是歪的，歪的跟人家一样的，我就配一样的。还整点那个泡鸡脚回去下酒噻。这个天吃的那个就安逸了，噶。这个鸡脚呢，25，我充了11块钱的。加点这个汤水安逸。这儿呢还有2件事情没办，一个是快递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政府去领那个粮食支付钱，他要打到那个社会，就是社保卡高头。反正这次顺路，顺路就回去了噻。取个快递，又是一箱啤酒。到领钱的地方喽。办好了，把那个社保卡的卡号呢报到那个财政局去了，今天的那个钱呢就打得进来了，是吧？在那儿打道回府，走双龙去转一圈，看有报那个汇报单的没得。双龙呢是没搞到事，只有等那个红厂去赶个早场的时候再去报。红厂，哎呀，这个太阳呢也是低到晒，真的好口干，还是证明气水噻，加壳嘛，噶。我们就拜拜了哈。